们已经到落掉。我们今天在哪里呢？台南球场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等第三次，会不会封王呢？我们等一下开一下，我们怕被泼香槟，然后准备了什么东西？我上次也泼过一次，所以我们这次有准备齐全。我们现在就是整个热到爆，全身都是 black， 对 ，black 系列，也很重。快进去买威尔风哦，对，比较好换。糟，为什么了？希望，希望什么？还记得希望今天，对啊，今天如果吴哲源泼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就说先赔十万的底气，先赔十万。那我觉得我很有可能遭殃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挡子弹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买绿豆汤。我们刚是工作完的状态，不是我们偷懒哦。我们是怕中暑。我们是第一次到台南球场出差，之前有来看过球，但没有进过球场。我们俩，我之前 U 十二有来 U 十二。哦，对呀，那我是第一次。我们现在要去买绿豆汤，就是那个很有名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一路上都是香的，对，今天再不脱就新东西。我还要买绿豆汤，还有杏仁冰。好，那你租哦，我租的。出差乐趣就是租，就是出，出差乐趣就是吃。到了，报信的五杯街，应该还有吧？嗯，在排队。去买冰。第二个是豆腐冰，这是我们上次台南行的来，但是我没钱。大姐不用去，先去洗碗，洗两碗。有芋头哎，谢谢你这里。我是选料加多少钱这样？20。没有芋头，没有芋头。小书童跟钱包，我一个小时500块，广联价，对，要付啊。我们应该先去针灸那个，对，尾椎，尾椎有点，肩有点不舒服，最近坐太多车了。我们从周记等到桃园，那就要去。对，麦克脑啊，给你。6-1了，菜鸟摄影师，希望封王我不会赔10万，反正就拿雨衣，然后这样子，大概绑一下。摄影前辈跟我们一样，最主要是顾到这个，还有麦的地方，这样就有波。你等一下，讲一下出发前的事情。之前有摄影师帮我们，我觉得就是不紧张，因为反正就是访问平常，反正顶多就是被泼嘛，反正帽子也整，也眼睛也不会怎样。但现在是因为自己要拍，你知道，就是有没有声音加有没有画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。惊人的事情，人就我觉得我当下被迫已经无所谓，我最主要是怕我那个画面，比如说一直模糊，我想他要我的命嘛。希望大家看到这个10万元的份上，能够泼小了一点。我们俩都是摄影菜鸟，我们俩都很紧张。摄影菜，好紧张哦。希望赶快封，不然这个信单也悬在那边，很不舒服。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装备。我们今天为了把
方是被泼香槟，身上呢已经穿了就是很透气的，不会整个很重的，然后还有紧身裤、细身，然后不要的鞋子，其他那可以直接丢了。对，帽子必备，因为去年我是没没戴帽子，然后有人这样子。这样子我整个看不到，跟超难呼吸的帽子，它这样淋下来你也不会，就是眼睛痛或者什么的。然后第二个是手机防水袋，因为我去年放在口袋，啊，如果是不小心泼到这里的话，应该会白白，所以我这次带这个，然后准备起床。但是我今天给洗卫生纸算多一点，还有湿纸巾、钱包，然后毛巾，我要带密封袋。而且我没带毛巾耶，我带浴巾，我借你擦。好好好，应该很臭，那件是品牌。然后一套换洗的衣服，我连内衣裤都带一件，因为去年我真的湿到整个。我有带多带一件，因为我们要赚钱，大概就这样。泼完就是第二次了，我很怕我被泼到，然后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我觉得眼睛不要泼到其实还可以，眼睛泼到你就没办法思考，眼睛不要泼到应该最怕脑袋打结，我们就靠你了。我去年也真有一次被泼彩，然后你看我头发，我其实有点紧张，希望今天真的赶快泼彩带，因为不想再等。我不要再等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泼彩带喽。收拾残局的人们，在努力。刚刚好玩吗？还 OK。去年比较好玩，主场比较惊人。我现在想一下，知道是谁来的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直接从我头上，请看片段。老板是什么？刚刚提到就是觉得你很努力拿下这座冠军。你坐前面一点。谢谢这个，特别谢谢学弟们啦、啊。对，还有什么？球迷在球迷说几句话。收工啦。今天还好，没有很湿。今天很湿。对，我的想你被大师兄给下毒手，现在空荡荡的球场。但是呢，里面还有很多人，我们要不情不愿的先走了。现在开心，终于封了门，其他就不管了。真的等超久的。我觉得很赞，因为我们就是可以速战速决，但是我觉得下半季或者是总冠军还有机会再玩开心，玩得开心，多想玩了，什么事？希望这个冷静期间，拜拜。这个是酒味，头还需要闻吗？这个裤就不用裤子，应该是这边应该都是，怎么这么奇怪？